我同大家一齐，我见到呢度咧，哇，全部都差唔多，全部都系年轻人啊，好特别啊！神嘅恩典喺你个教会，求神咧大大兴起年轻人，俾神去大大使用。咁年长啲嗰啲咧，亦都系神一样使用你嘅。咁咧就呢个好有活力嘅教会，好欣赏咧今日啊宋雁啊，你嘅敬拜咧都系讲到神嘅爱，因为我讲个主题传咗俾佢哋就系讲到神嘅爱，回应神嘅爱，而嗰啲詩歌咧都係非常好嘅，即係選得好好聽，並且係練得好好啊！大家一齊投入去愛神啦，去享受神嘅愛啦咁。我同阿陳玉珍牧師咧識咗好多年噶啦，識咗大約17年左右啦。喺我初呢、這個即係以前咧，曾經咧係被聖靈充滿啦，一路都係被聖靈充滿嘅時候。他就認識我，咁佢嗰陣時喺西貢服侍，他就請我去佢嘅教會咧，係連續一段長嘅時間服侍，每個禮拜都去一次嘅。並且我係義務去嘅。我話俾你聽，我即係佢教會未必經濟好啊，我個個禮拜嚟都可以嘅。咁一段長嘅時間，所以同佢都可熟嘅。咁佢啲教友亦都好渴慕神。咁我擺喺網上有好多嘅影片，都係祝福人嘅，都係時時祝福人、訓練人啦，同埋好多嘅教導。處理生命的教導，發揮生命的教導，大家可以，同埋今日呢個 PowerPoint 大家可以影低啊，即係有啲咩你都影低，或者同呢度你哋嘅教會攞翻都得嘅。咁我今日嘅信息咧，未有反應 ，OK 好。咁咧就係講到建立同主相愛嘅關係啊。咁咧聖經係講俾我聽，神就係愛。咁啊應該基督徒個個就活在神嘅愛中嘅，應該係。不過很多人覺得神的愛比較遙遠，這是一個事實來的，很多人覺得神的愛很遙遠，神是愛，天國是一個愛的國度，凡在天國裡面都必定，這個是一定是的，被神所愛，即神的愛是一定會愛每一個在天國裡面的人。而綠色的部分就是我們的回應，是應該愛神，應該愛世人，同埋應該彼此相愛，呢個係應該。不過咧，係唔係真係咧，就睇每一個基督徒嘅回應啦。係咪真係個基督徒話神啊，你真係好啦，我真係愛你，我真係將你放在手啊，我真係咧將你尊崇你，真係咧時時親近你，做你所喜悅嘅事。係咪基督徒都係咁諗咧？我有時發覺有啲係，不過好似好多都未必係。好多咧，似乎咧嚟教會都係為咗自己嘅。即係譬如有時年輕人就會點咧，好想揾個配偶啊，有啲好朋友啊，有啲人一齊玩一下啊。當然呢個唔係佢唯一嘅原因，不過呢個可能係部分嘅原因。真係係咪啊？我要去愛神啊，感謝神啊，回應神咧、啊，真係呢個未必係好多基督徒嘅心性所諗嘅。咁其實咧，一間會講到愛神咧，係其實我哋自己得福嘅，亦都係應該做嘅，亦都係能夠更加享受同神嘅關係。同埋我哋應該愛世人，愛周圍嘅人，去關心佢哋，亦都彼此相愛。曾經我問過好多教會嘅人，你識得教會幾多人啊？識得10個舉手。有啲教會咧，有啲人咧，佢真係唔係識得10個，佢只係識得最好嘅朋友。同埋一翻嚟教堂聽，咦，我嘅好朋友喺邊度？佢就去同佢一齊坐。但其他人咧，好似唔係好識嘅，亦都好少關心嘅。有時有啲人分享嘅時候，其他人會點樣咧？講得咁長，成日都講嗰啲困難，就冇乜心機聽嘅。即係話我哋係咪真係彼此相愛咧？我哋都求耶穌幫助我哋，能夠對神嘅愛有回應。神亦都係聖潔嘅喎。如果我哋淨係講愛而唔講神嘅聖潔，係講咗一邊嘅啫。神亦都係聖潔嘅，天國都係聖潔嘅國度。所以凡喺天國裏面嘅咧，這個紅色是神造的部分，就是必被神去提醒和加力量能夠活出聖潔。神一定會幫我們的，會提我們的，又給力量我們的。而我們應該做什麼呢？就是應該愛神愛人。而下面這個經文呢，都是聖經，因為律法也都包含有警告的。在哥林多前書16:22，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做可就，哇，都挺嚴重的警告來的。這人可做可就，即係好多基督徒冇留意呢個經文嘅，佢對神咧只係話：神啊，我要祈禱嗰時候咧，一張清單，神啊，我要乜嘢？我要一個老婆，一個靚嘅老婆，好嘅老婆。我要乜？我要錢啊！我要多啲錢啊！我要健康啊！即係都係想得到嘢，係咪真係話神啊？我好歡喜你，我好感激你，你所做一切都係最好咧。
如果唔愛主之人，我做我就，所以我哋嚟到神面前悔改啦，神啊！如果我冇愛主，我要學習去愛主啦。同埋咧，當我哋有耶穌嘅恩典咧，如果冇做咗一個主嘅小弟兄身上，就要冇做喺耶穌身上，就要這些人要往永刑裏去。哇，都幾嚴重嘅喎，即係幾嚴重嘅警告。所以咧，聖經裏面提我哋，我哋係活在神嘅愛中。嗱，活在神嘅愛中愛人咧就好輕鬆嘅。我侍奉都係好輕鬆，其實我全世界不同嘅國家都有去訓練傳道人為主嘅，同埋訓練願意侍奉嘅人。我亦都好想祝福大家有呢個心，好想俾神使用，被神所發揮。而我去訓練嘅目的係希望人有信心，同神有建立心嘅愛，並且有信心去祝福人，真係睇到人嘅生命提升嘅，你嘅生命可以被提升嘅。喺呢個聚會完嘅時候，我會為大家禱告咧，係想幫大家更加經歷聖靈的更新，更加被神改變，隨時帶著神的能力祝福人。我們昨晚有一個聚會在大圍的，那些弟兄姊妹真的很被感動、被改變、被更新，神是很真又真又活的。當你有神的更新，你就很想做在一個 小的大的弟兄身上。這些人是神所喜悅的，但有基督徒是沒有想這方面的，要往即係完全冇做嘅時候，佢信心有問題。我哋唔係靠行為得救，不過聖經的而且確馬太福音廿五章講到將恩賜埋藏喺地裏面嘅一千兩銀子咧，係要往呢個黑喺外面黑暗裏面哀哭切齒嘅。然後嗰啲冇做在主嘅小弟兄身上，要往永刑裏去。呢個係警告嗰啲人咧，佢完全咧係同神冇回應嘅，冇跟從神嘅。嗱，我哋得救係靠恩典，係完全信靠耶穌得救，唔係靠行為嘅。但你真的得救一定有回應，真的得救也都會愛神的。好啦，咁我哋而家睇下神的愛。我係好中意神的愛，好享受神的愛。如果你上網聽我啲講道，你成日都會聽到我講神的愛。我係好享受神的愛嘅。我哋有經文一齊讀好唔好？詩篇33篇5節，遍地滿了耶和華的慈愛，全地都係，周圍都係，你留心睇，周圍都係神的愛嘅。神做好多種好吃的食物，係咪啊？中唔中意食啊？呢啲呢有幾多樣你中意食㗎？哇！即係神做真係好吃㗎。但我大家都食過菠蘿，我曾經咧喺夏威夷食菠蘿，哇！嗰一次食咧真係好深刻印象，同我平時食係完全唔同㗎，因為佢嗰啲係好即係新鮮摘嘅菠蘿咧，切出嚟哇，真係好吃到不得了。其實好多種食物咧都係神所創造嘅，咁佢做咁好吃嘅食物為咗乜嘢咧？因為愛我哋，佢想我哋享受生命。其實我哋周圍都係好多樣嘢咧，係可以享受嘅。神創造冇愛係因為神本質係愛，即係因為佢係愛，所以佢做出嚟佢媽咪同埋爸爸都係充滿愛嘅。以賽亞書49:15，婦人焉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一齊讀有經文就一齊讀啊！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呢、这個中間有冇媽咪啊？請舉手有冇係媽咪啊？係，感謝主。你有冇試過唔記得咗你嘅仔女個 B B 喺超市啊，喺個輕鐵啦、地鐵啊呢度啊呢度冇輕鐵係咪？有好似有啦，輕鐵。死啦！唔知留咗邊間鋪頭咧？係肉鋪定係魚鋪咧？會唔會試過咁樣留低啊？唔會㗎，係咪？真係啦，媽咪咧個仔女有病咧，佢如果翻工都好，佢會成日打翻翻嚟喎。但係咧，媽咪有病咧，個仔女未必會打翻翻嚟。喂，你而家發燒點啊？有，但係媽咪咧翻工咧，佢會成日關注嘅，佢成日關注。呢、这個咁即係神啊！神賜俾女性呢個母性，神亦都賜俾我嘅太太啊 Shirley， 佢真係成日都關心我嘅。佢成日檢查我身體嘅，有啲生咗啲粒粒嘢俾蚊咬過嘅。啊，點解呢度有粒嘢嘅咧？佢又會記得喎。第二日睇下，咦縮細咗，咦大咗喎？點解會大咗咧？即係佢咧係時時關心，因為神賜俾佢，同埋咧即係人咧有人咧有呢種關懷嘅心，係咪好好啊？如果人冇關懷嘅心，個個好似機械人咁啊？點啊？哎呀啊！隻做嘢嘅，你嘅做人係咪覺得好冇意思啊？即係神就係愛啊！神好關心我哋。嗱，有啲人話神好關心我，神好幫我啊，我好多困難啊。但係其實你數下你有嘅，得到神嘅幫助係好多。我哋做人一定有困難，點解？因為亞當犯罪之後，神就話：你耕種嘅時候，地要為你長出荊棘蒺藜，一定有困難。
但有困難的時候，你有冇發覺你禱告你親近神，神係會為你開路嘅，神會解決你嘅問題嘅，亦都會幫助你喺困難中得力。呢個有幾多個人你經歷過神嘅幫助先舉手？有幾多個經歷過神嘅幫助？感謝神啊！個個都舉手。我經歷過好多好多，我有三次差唔多撞車死，有最後一次咧，我直情話耶穌啊，不如諗到點解咁快㗎啦，咁快要嚟啦！但係感謝神，即係喺不可能嘅情況，唔知點解個車會有地方轉走嘅，轉走最後嗰秒鐘轉走咗。神啊，多謝你！即係我覺得咧係好大恩，另外一次拉一個閘，一拉就夾住我手三隻手指夾住，痛咗幾個月啦。當時係好痛，我就諗如果大力些少，我今日唔可以彈琴，唔可以同人正常握手，唔可以彈吉他。諗住神呢三隻手指仲喺度，稍微大力已經唔喺度。即係呢啲一切咧都係神掛念我哋。你會唔會每一次記得咧？我成日記住，我成日記住。如果有個人世上有個人對你好嘅，你會唔會記住咧？有個人時時都關心你嘅，時時都幫你嘅，而且係乜嘢事都幫到你嘅，你會真係哇！呢個人真係好到不得了。我哋嘅神超越世上任何一個人。我太太真係我見過好多周圍嘅啲人嘅太太咧，我都發覺冇一個太太好似我太太咁好。我真係每冇即係每一樣嘢我睇過咧，好到不得了。佢又關心我，又細心，又愛我，又好有智慧喎。好多時咧，佢俾我好多好嘅意見嘅，即係真係好多好嘅嘢。我真係會好感激佢，但我會話神對我好係超越我太太對我好，係因為神愛我，為我預備呢個太太，亦都預備好多樣嘢俾我。先求佢嘅國同佢嘅義，呢一切都會加俾你。所以咧，你活在世上唔使擔心。其實基督徒係可以好輕鬆嘅，哇！神是全能又全愛，成日都祝福我。當我哋咁成日有呢個心態，你就好自然地活在神嘅愛中。就算動物啊，你睇啲動物都係充滿愛啊，照顧仔女。即係有時你睇到好似好論盡咁啊，老虎擔住個老虎仔咁啊，即係好似好難。啲狗會擔住個狗仔，會照顧佢，好似好難，但係佢哋照顧得好好嘅。大家有冇睇？影片有冇睇過鱷魚？係鱷魚係冷血動物嚟嘅喎，唔係熱血動物嚟嘅。當佢生咗蛋之後，佢會喺個下低個水嗰度等好長嘅時間，成百幾150日左右啊。然後聽到嗰啲鱷魚仔喺度叫嘅時候，佢會爬上去，然後逐隻鱷魚仔擔落個口度，帶落水嗰度。佢啲牙好利啊，佢個口好大啊。即係好大力㗎，嗰個咬合力係極大嘅，但係佢可以好細心將啲鱷魚仔擔落嚟，係唔會咬傷佢嘅。呢個係神創造佢嘅愛。即係我喺度諗，哇！神啊，你真係你做鱷魚嗰時候會將呢種愛放喺鱷魚個媽咪嗰度，呢個係神嘅恩典嚟嘅。我哋睇呢啲嘢咧，即係唔好覺得係必然嘅。就算你飲水，你會覺得好舒服係咪？食嘢覺得好舒服。你喜歡睡覺啊？睡覺很舒服，是神創造睡覺的。就算很簡單，你大家閉上眼深呼吸幾下放鬆的人，你試試做吧。現在有沒有覺得舒服啊？即是神造的身體，你就是深呼吸放鬆的人已經很舒服的，放鬆又舒服啊。但很多人就偏偏很喜歡緊張，很急很急很猛，其實是對我們身體不好的。你放鬆在神裡面，神會照顧我們，我們有神天父照顧我們是很好的。耶和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神是會照顧我們，必定會看顧我們。你活在神的愛中，你做人是輕鬆很多。應該個基督徒都是這樣，但很多基督徒哎呀好卑微，哎呀好慘啊，好不開心啊，有憂鬱症啊。很多基督徒找我，因為我放上網很多影片，很多人找我，很多是憂鬱症、失眠、家庭問題，是神都幫，所有問題都幫的。神做的萬物靚不靚啊？都是俾我哋享受的。可能冇人送花俾你，但是神咧日日都送花俾你。你望向周圍都是有花，都是神送俾我哋嘅，俾我哋去享受。神就是充滿愛嘅。嗱喺我哋嘅救恩，神用盡方法救我哋。
喺路加福音十九章十節，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當我想回我怎樣得救呢，是很特別的，神真的用不同的人不同的方法，也都用一本科學家所寫的書，一本物理學的書。我當時看的時候，那個前言那裡講到，他說這個世界充滿設計，這個是神的設計。我很驚訝，當時我是不知道有神的，很驚訝，然後開始去了解是不是有神。神救你有沒有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人幫你？這個是神特別安排的。有沒有時候神特別感動你向某一個人傳福音去帶領他，就是神用你去尋找拯救的你，是神的愛。其實神用很多方法不斷去尋找人，但有很多人是沒有回應，但有些人他回應了，即是看到哇神真的這麼好，但有很多人是這樣的，哇回應一下應該又忘記了，記得什麼呢？煩惱、困難、什麼人對我不好就記得那些東西，神那些好就不記得。我是經常都想神，我經常都感激神，所以我經常都活在神的愛中，我覺得我是非常蒙福的。哈利路亞，我說聖靈不斷感動我們，叫我們知罪，感動未信和信的人去知罪悔改。你未信耶穌，神都會感動人，神透過神的話語感動人去信靠耶穌。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都講到聖靈工作，他既來了，為要叫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不責備自己。你有沒有發覺在你信主那陣，神就去指出你的罪，然後之後他又會指示我們的罪。在我初信主的時候，其實我那時候，因為我不是真的有人正式地帶我去信主，沒有的，是神用不同的人。而我那時候我都不記得我是回了教會，因為未回教會，我就忽然間就覺得犯罪的時候覺得很不舒服的，我就跟一個基督徒的同學跟他說，但他沒有邀請我回教會，可能他都跟我住得遠的，但是神安排另一個情況，很特別的，即係總之神做的事都是很奇妙。我就跟這個同學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犯罪覺得不舒服的，他就告訴我這個就是聖靈的工作，你信了主耶穌，他就在你裡面跟你講說話，就會感動你知罪。這個有幾個人，你會感受到神的聲音提醒你關於罪的一種意念，或者不舒服犯罪覺得不舒服，或者你舉手，有幾個會有這種情況。這個就是神愛愛你。那你是不是每次聽到神的聲音立刻聽話，神是不是不要看那些網上的色情，你是不是立刻不看呢？很多人還在那裡看，繼續看，每天都可以看。我們就要知道這個是得罪神，因為神看到罪好像我們看到大便一樣，很不喜歡的，很厭惡的，所以你是活在罪中，你跟神的關係是不好的，神就會提你。但很多基督徒說，等我生氣他才有，他這麼衰我一定要生氣，我不可以原諒他的，即是我們堅持我們要犯罪，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抗拒聖靈的感動，這樣的時候我們跟神的關係就會有距離，你就會活得辛苦。其實這個世界上，因為世界屬於神的，全世界屬於神，你走在神的路，你整個生命得福，因為神是一切恩典的來源。當你走在神的恩典，你的心就打好一條通道，神的愛、神的恩典就湧下來。其實神愛世人，不過當你不是一個開放的心，神的恩典入不到你的心和你的家、你的生活。有沒有發覺很多基督徒說，哎呀，為什麼信耶穌都在家裡吵架呢？因為他猛震嘛，就吵架啦，即是沒有改變。為什麼信耶穌都是跟人關係不好呢？不是神幫他，而是他不給神幫。但是神有沒有因為我們不聽話拒絕幫你？又說我不要你了，我劈炮了。其實一個基督徒平均一個禮拜幾次不聽神的話呢？其實很多基督徒很多次。自從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我就話神啊，我不想一次得罪你。一有神的提醒，我即刻去留意，即刻去處理。我就發覺我生命越嚟越輕鬆，越嚟越開心，越嚟越能夠處理罪。其實處理罪唔難㗎，只要一有罪嘅意念，你深信佢有破壞性，一定有破壞性。你嬲一個人係會破壞自己㗎，我就拒絕俾呢個憤怒傷害我自己。於是我就選擇去祝福佢。不要緊的，我祝福他不要緊的，但很多人不憤氣，有沒有搞錯，他這樣對我，我要原諒他，很不公平啊。我們不原諒還不公平，你還辛苦，但是如果你說沒什麼所謂，其實他都受過很多傷害，他都是
好多傷痛嘅，所以佢會繼續嬲人。咁我唔理佢，我依然咧係祝福佢，唔理佢嘅憤怒，依然祝福佢，你嘅心就輕省。即係聖靈咧不斷感動我哋，呢個係神嘅愛嘅表達。你留意一下，你幾多次神同你講嘢啦？有幾多次？我哋有冇去感激咧？嗱，用人嘅説話講咧，神係好厚面皮喎，即係用人嘅説話講啊。我哋好多次拒絕神。嗱，呢個圖畫。呢、这個女仔佢咧就唔想聽耶穌説話，耶穌係咁嗌佢，一路感動佢。其實神有冇咁樣感動你咧？但係神冇因為咁嘅緣故而唔理我哋喎。呢、这個人拒絕耶穌，耶穌話：我上網睇啲嘢嗰時，你唔該你行開一陣。我同我女朋友一齊嗰陣咧，你唔該行開一陣，等我開心一下，快活一下。嗱，好多人就會咁樣樣嘅。但係耶穌冇因為我哋拒絕而放棄了我們，所以我們要想想神怎樣時時呢，雖然被我們拒絕依然愛我們祝福我們。其實我越想神，我神你真好，我們不是好人來的，我們不是乖的人來的，我們是不聽話的人，但是神一路改變我，神一路改變我的時候，我醒覺過來，我就說神啊，從此後我不再想這樣犯罪得罪你，一有罪的意念我立刻處理，我就發覺神的恩典真的多得很緊要，是很多很多很多來到我身上。而神是用心服侍每一個人，詩篇139篇5節一起讀，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神聖日服侍我們，不斷服侍。在非洲的黑人有很多被以前被美國人和有些人捉了去做奴隸，那這幅是一幅的照片，就是都係嗰啲奴隸啦，其中啊呢、这個叫做即係啲輕強啲噶啦，呢、这個輕強啲啦。啊，你做只呢個啊，即係做只馬啦，俾個 B B 騎啦咁啊。呢個係輕強噶。我睇嗰套電影咧，嗰、那個白人老人咧，佢就嗰啲細路行過，佢就叫即刻瞓低掹起件衫，跟住擺一腳落去保暖啊。即係其實。很多奴隸，中國古代有這個被那些杯仔，都是主人說什麼他一定要做。那我那時候呢，即我以前我不是看完有一本《家春秋》，我不知道大家有聽過《家春秋》，我其中看到一個片段，那片段說什麼呢？有個杯仔，他主人說他一定要去嫁給一個老人家，他就不喜歡，跟著怎樣呢？他就講到他晚上就跳落個水池嗰度，咁咧跟住咧就有啲涟漪啊，一啲一啲波浪咁樣，少少嘅波浪，跟住一陣就靜咗落嚟。佢用一個方法形容啊，就係一個妹仔，當佢被逼做一樣嘅時候，佢冇辦法，佢只係自殺。这个、呢個咧真係好可惜噶。咁我想講就係話，呢、这個世界上係有奴隸呢樣嘢。咁我想問你，神係咪我哋嘅奴隸咧？神是不是我們的奴隸？絕對不是，但神服侍我們比奴隸更加甚。神是24小時服侍我們，我們不聽話祂依然服侍，而在服侍的時候是滿有愛的。奴隸服侍主人的時候經常都說，哎呀，有沒有搞錯，經常都是我服侍你，你經常都這麼要求這麼苛刻，哎呀，希望你有什麼什麼什麼。可能很多奴隸都有一種咒助主人的心，但是神不是這樣的，祂是他不是奴隸，但他服侍我們真的好像奴隸一樣。所以我希望大家想到神的愛，你就說神怎樣愛我，我真的要回應神。其實很多時候你說我看不到神服侍我們，其實你看到周圍的弟兄姊妹怎樣幫你，神怎樣用愛吸引你，怎樣聖靈感動你，怎樣為你預備一切，當你看到的時候，你說神其實你的愛超越一切的奴隸。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時候，我經常都會想神的愛，我越想我就越歡喜越快樂。如果有人不斷服侍我們，會不會感激呢？譬如耶穌當他跟彼得洗腳的時候，彼得就說，哇，不行啊，你不可以跟我洗腳。但耶穌怎麼說呢？約翰福音13:8，彼得說，你不可洗我的腳。耶穌說，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份了。咁個人啊，連啊頭同手都洗埋啦，全身都洗曬啦。彼得係好有反應嘅，因為佢覺得冇理由耶穌同我洗腳，但耶穌話：如果我冇同你洗腳，你就與我無份。其實每一個基督徒都被耶穌洗腳無數次，係咪啊？
服侍好多次。所以我希望大家即係話，世界上冇一個人好似神一樣，冇一個人好似神咁樣服侍我哋嘅。而聖靈咧不斷為我哋擔憂，不斷為我哋禱告同埋感動我哋，呢啲都係愛啊。以弗所書四章三十節，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羅馬書八章廿節，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呢個講到咧，當我哋犯罪嘅時候，我哋叫聖靈擔憂，即係佢會掛心啊。譬如我哋做得唔好，我哋嘅父母為我哋擔憂，我哋神嘅聖靈嘅擔憂更加強烈，佢會一路跟住你，佢會好細心。父母唔能夠咁細心嘅，佢能夠進入你生命每一個部分。當你嘅生命有問題嘅時候，佢會為我哋擔憂掛心。咁佢掛心點樣咧？我哋嘅軟弱，聖靈就會幫我哋。我哋其實我哋唔識得點樣祈禱，係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嘆息替我哋禱告。嗱，我哋唔識得點樣祈禱，由聖靈用說不出來嘆息替我哋禱告。你去解呢個經文點咩意思咧？咁嗱，我哋去釋經其中咧，你可以諗有不同嘅可能點樣解釋。一個可能咧就係聖靈喺天堂就望住我哋一路為我哋嘆息禱告。一個可能性咧就係佢心中嗱，其實呢個經文咧講到我哋唔識得點樣禱告，由佢嘅心裏面咧，如果佢嘅心裏面佢就為你嘆息，一路為你嘆息，一路為你禱告，用說不出來嘆息為你禱告。咁呢個咧更加配合上文喎，即係話佢回應你唔識得點禱告，於是佢嘅心裏面咧喺你嘅心嗰度去感動你，讓你感受到聖靈嘅嘆息、聖靈嘅感動嚟到帶動我哋禱告。即係佢又為我哋禱告，又帶動我哋禱告。咁所以咁樣解釋咧，會合理過佢喺天堂同你好遠咁祈禱。即係話聖靈喺你嘅心中感受你嘅困難、你嘅需要、你嘅罪、你嘅軟弱，佢一路就用佢說不出來嘆息，一路咧將佢嘅感覺傳遞俾你，讓你感覺到犯罪嘅唔好，讓你感覺到我應該點樣回應神。其實好親切嘅，即係冇一個人。我太太同我講，佢唔能夠入我嘅心，摸到我嘅心喎。但係神入去我哋嘅心，摸到我哋嘅心，佢感受我哋嘅心，佢回應我哋嘅心，佢幫助我哋嘅心，係咪好好咧？其實基督徒係唔應該有憂鬱嘅，但係好多基督徒有憂鬱，點解？因為佢唔識得去親近神啊！佢只係想要乜嘢，想要乜嘢。當你淨係想要嘅時候，他說其實他有很多東西，不過爭緊一樣嘢，我爭緊一樣嘢。咁當你淨係睇佢爭緊嗰樣嘢，佢就會埋怨啦，埋怨個心就唔開啦。如果有人救我條命，我哋會唔會感激佢咧？會啊！哇！佢救我條命，如果唔係我死咗咯喎。如果唔係，我哋會落地獄喎，我哋冇永生喎。如果我哋今日冇耶穌，我哋嘅生命係會好唔同嘅喎。嗱，如果有一個人有好好嘅男女朋友，你會唔會好興奮啊？哇！我的男朋友、女朋友真的好到不得了，好像我因為我太太可以很開心。但我們的神比一切的男朋友、女朋友，比一切的丈夫、妻子更加好，是不是？全世界沒有一個丈夫、沒有一個妻子好像耶穌那麼好。所以我們說神啊，有你我應該是很興奮的。如果年輕人，你當中有個人認識一個好的男朋友、女朋友，他總會告訴你，是不是？即如果你是好朋友，他總會告訴你，哇，我認識一個，哇，真的好好的，這個好到不得了的，你實會告訴周圍的人聽。但是有沒有人告訴人聽，哇，耶穌真的好到不得了的，他真的經常幫我，經常祝福我的。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我是經常都講耶穌的，我一個口一陣子我就會講耶穌，我是覺得耶穌好到不得了，好不自覺地呢就會講出來。還有神呢是全面性提升愛他的，當你愛他呢，佢全面性提升嘅。咁因為時間關係，我唔會讀曬呢個經文。九詩篇九十一篇十四節嗰度講到話，神説：因為他專心愛我，咁啊點咧？我要將佢安置在高處，我要使他尊貴。你覺得你係咪一個尊貴嘅人咧？嗱，可能大家咧睇聖經就係啊係啊，我係公主王子啊，係個口話係，但個心係咪咧？你個心會話：我係真係咧神嘅公主同埋王子咧。好多基督徒唔係喎，覺得自己好平凡啊，冇乜用啊，唔吸引啊。好多基督徒都咁樣覺得嘅。但其實當你愛神嘅時候，神就將你提升，神真係將我提升
完全的提升，你都可以的。神好想提升你，神可以给你一切的，你的聪明智慧机会，你所遇到的人侍奉的机会，侍奉的能力，各样的恩赐，神全部都可以给你，全部在神的手中。好多人呢，譬如有时有什么特会，有些人说喂有特会，快点去，快点去，那个报道家好劲好劲，但其实我们天天都有神，但好少人喂我可以找神，喂好劲好劲好劲，好少人这样想。其实我们可以同样想，那些报道家这么劲是什么？因为他有神的同在，我有神天天都有神，我天天都可以得到。其实就是我们得到的窍门，怎样用心灵去亲近神，自然就得到。如果有人给你一间大屋，你哇真的送一间屋，有没有人送那间屋给你？我相信没有，是不是？但是神给一个永恒的住处，我们是永远并且有需要的一切的，是不是应该很感激？哇，我可以在天堂好到不得了的，好到不得了的，哈利路亚。还有你提升生命到了高峰，中国的李宁有14个世界冠军，哇，很犀利。但彼得前书5:4说什么？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永不衰残的是永远不衰残的冠冕。我们怎样看到神的爱？有些人说、哎、你说那么多我不知道、啊、希望大家你可以拍了这幅照片，或者你记得从万物看到神的爱，从圣经看到神的爱，耶稣的救赎看到神的爱，你亲近神的时候可以经历神的平安或者喜乐安慰，赞美神有没有平安喜乐、这个就是神临到你身上同埋生活的帮助。当你记住神怎样帮你，我希望大家放在记忆里面，同埋进入神的爱有不同的程度的。有些人只是知道神的爱，知道，然后呢最后一步是相信，我真的相信。但是第三的层次是什么？在困难中都相信。很多人感觉不困难就没问题，一被人炒鱿鱼，神不爱我，神不关心我，神不帮我，就会立刻担心。但如果你有信心，你说无论什么困难情况，神一定帮我的。第四就是在亲近神的时候和生活经历到神的爱，时时亲近神，你会经历到，你会感受到神的爱很近的。当你赞美神爱神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爱很近。下一步享受，有些人不懂得享受，你会不会享受吃东西睡觉啊？我想很多年轻人最享受玩手机，那都是享受。但是呢神的爱很少人享受，很少人说我享受祈祷，他只是说哎呀又要祈祷了，哎要看圣经了，我又要听到了，只是这样想的，不会想的，我要享受的，可以享受神的爱。还有跟着第六就是被神的爱激励，我自己我真的将我整个生命给耶稣，因为我觉得神太好了，还有神给我很多好的教导，我很想传开，我去到地方去完他又说你再回来又介绍另外地方我去，很多地方都想我去帮助他们怎样去训练侍奉的人。神是很好的，神会将好东西给我们的。当你有神的爱，就不要只是做一个领受的基督徒，做一个施予的。虽然你说你未必做得很高的层次，由你现在开始眼见到的做，开始服侍主，神一步步提升你，天天都活在神的爱中，是很不同的。这个我讲到不同的层次，最多基督徒下面的层次是埋怨的、无力的、痛苦的、疏远神的。下一个层次没有感激、没有反应、没有委身的，即是他信耶稣，不过即 我有些网上那些 WhatsApp 啊，有些基督徒呢他传经常都说哎呀那些人又对我不好啊，那些人又不帮我啊，他经常都说这些说话。然后呢有些人些少反应、些少委身，再下一个层次有感激、有委身，有已经非常好了。然后下一个最后充满感激、爱慕神和委身，完全的委身。你会不会想进入这种的状况？有多少基督徒是这样的层次呢？实在不是很多。我希望大家日日都说神啊，你真好，我要回应你的爱，我要全心全意。而圣经警告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助，就是警告的。如果神这么爱我们，如果我们不爱他呢，是可助可就。还有呢有一样东西很多基督徒以为可以走鸡，启示录2:23
一直講啊，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定要照你們的行為報應你們光榮。但有好多人覺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神有政策，我有對策，我有方法，我等我最後嗰陣，我先悔改信耶穌，我先跟耶穌，我先服侍主。等我退休啦，我就服侍主啦。神睇唔睇到咧？好多人以為佢可以 outsmart 神啊，即係比神更加醒目啊！我哋可唔可以比神更加醒目啊？唔可以，走唔到雞噶。你嘅心，就算你而家聽緊道，你話：，牧師你有你講，我有我對策，我有我嘅諗法，你要講啦。啊，你呢啲係你嘅，你我唔係傳道人啊嘛，我係平信徒，我唔會咁嘅。聖經唔係話淨係傳道人先愛主喎，但係有啲人咧就會聽到神嘅話語喺個裏面，總係唔係好肯回應嘅。佢以為唔緊要嘅，得嘅，慢慢咧仲有時間。但係我想大家記得，冇走雞嘅，冇人走得過神嘅手嘅，冇人走得過神嘅眼。一齊跟我講好，冇人走得過神嘅眼嘅。神睇到我嘅心，如果神睇到我好愛佢咧。神好中意，佢睇到嘅邊個真係愛佢？你話我唔識得愛唔緊要，你話神啊，我唔識得愛，你幫我啦，你就係咁求就得㗎。神啊，我有軟弱，你幫我啦。你有咩軟弱？你只話耶穌，你幫我。我需要你，你日都同耶穌講，神啊，我需要你，你幫我啦。我感謝你，你自然咧，你嘅生命就會有力量㗎。愛主係乜嘢咧？睇重神超過一切，神係最緊要嘅，神係掌管一切，我睇重佢，佢一定祝福我嘅。信靠神必定看顾信服佢嘅人，一定信靠佢，佢一定祝福我嘅。而多亲近神咧，唔觉得系浪费时间，唔好觉得系浪费时间，系非常系得福嘅途径嚟嘅。凡事遵从神，常跟从大使命啦。佢好简单嘅，几样嘢吓。睇重神，一齐讲啊！睇重神，信靠神，亲近神，凡事遵从神，就系咁简单。呢个就系爱神啦。咁呢个即系话。跟他有一種很密切的關係，很密切的關係，經常看重他，時時親近他，經常愛他。我自己呢，我經常在我任何時間醒的時候，我都盡量去想著耶穌的，無論在洗手間、走路、駕車，就算我聽緊道，我都一路聽一路去愛神的，因為我覺得神最好，所以我時時都回應神的。而有一樣嘢好緊要嘅，鼓勵大家，神係好容易親近嘅，因為有時有啲人覺得神好遠啊，神唔知喺邊度。我用一個比喻，有時有啲人嗰啲男朋友咧，成日都好似濕水攬物嘅喎，想揾佢嗰時咧失咗蹤嘅喎，唔知去咗邊度喎。但係神咧唔係咁嘅，神係永遠係佢揾你先嘅，佢永遠都係最容易揾嘅。凡求告詩篇145:18，凡求告耶和華的，就是誠心求告他的，耶和華便與他們相近。神係成日跟我哋一齊，成日親近我哋，成日尋找我哋，成日幫我哋嘅。嗱，咁你點樣有愛主嘅動力？你話好，我想啦，不過我點樣有動力咧？同聖經我話，你睇咗聖經咧，其實你睇聖經唔係一定要睇好多先，你睇咗入心係最緊要，入心緊要過你睇得多。你入心去思想，因為有啲人咧，佢未有呢個心機睇聖經咧，佢就覺得睇聖經好悶啊。你用心睇，就算係短嘅，你睇咗放喺個心裏面思想，任何經文，哇！婦人邊能忘記佢吃奶嘅嬰孩，諗到神嘅愛，你就喺度諗神喺我前後環繞我，按手我身上，你就思想，思想神嘅話語，思想神點樣愛我，用心靈禱告，這個咧係。俾即係能夠有動力係好緊要嘅，有好多人祈禱咧係用個口嘅，用個腦嘅。我哋學習係整個心靈。神啊，你真係好啦，多謝耶穌從我心底處，神你真係最好最好嘅，哈利路亞，我好感激你，從我心底發出咧。你慢慢咧越嚟越經歷神嘅。我自從1998年，我隨時一諗耶穌咧，我裏面已經湧流喜樂，湧流愛，湧流神嘅同在嘅。同埋聖靈充滿係的而且確好大嘅幫助。嗱，好多人對於聖靈充滿唔係好大認識，佢哋覺得聖靈充滿就係企喺地下有成。我問嗰個人，我話聖靈充滿，佢話個媽咪同我講，唔該你為我女祈禱。我就問個女，個女都即係20多歲㗎啦。我話你覺得聖靈充滿咩啊？佢話聖靈充滿跌喺地下，因為佢見到聚會啲人跌喺地下。我話聖靈充滿唔係跌喺地下，有啲人可能會聖靈充滿係經歷神嘅平安、神嘅愛。
神安慰你，神釋放你，神隨時同你一齊，同你有密切嘅關係。呢個係聖靈充滿啊，唔係你跌喺地下。有啲人會喺神嘅能力之下跌喺地下，但係咧，你經歷到神好真實嚟到你身上，呢個咧係聖靈充滿，係好大好大嘅幫助。嗱，用心靈誠實去敬拜咧，呢個咧就係一個鎖匙嚟嘅，係一個好重要嘅鎖匙。约翰福音四章廿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同埋诚实。嗱，我就将个心灵咧拆开佢做灵同埋魂，魂包括三样一齐读一读啊，思想、意志、感情。嗱，首先学习点样用思想嚟到敬拜，就系整个思想话神系最好嘅，认同圣经所有嘅说话，即系个思想完全唔系冇负面嘅，完全对神系正面，系欣赏神嘅嗰种嘅心态。完全的思想是完全说 Yes Lord 主啊，是的，你说的都是最好的。由意志，我决意将我生命给耶稣，还有感情。有人说我又见不到耶稣怎么有感情呢？当你吃东西觉得好吃，神啊，你真是最好的厨师。当你睡觉睡得那么好，啊，多谢耶稣叫我睡觉可以享受。当有圣灵跟你说话，哇，神真的成日跟我说话，成日陪着我。当你敬拜赞美觉得平安喜乐，你说神啊，你真的祝福我们的，那你就会跟他有感情。如果一个人成日帮你，你会不会跟他有感情啊？如果你有养猫养狗，跟他有没有感情啊？都有的，是吧？你跟你的手机有没有感情啊？都有的。但是跟神有没有感情呢？有些人是没有的，即只是拿东西而已。神给我们这么多好东西，为什么没有感情呢？我们越想得多，你就会跟他有感情。如果你跟神有感情，你祈祷已经很容易达到神那里，你已经很容易经历神。你成日祈祷时怎样？神啊，你真的好到不得了，多谢你，哇，你真的凡事祝福我，感谢耶稣。你这样的心态，你自然会经历神的感动和平安轻省的。还有这个灵是什么意思呢？我是神给我这个经文，诗篇103篇一节，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就是凡在我里面整个人全心全意啊！你如果你所以有時我叫一啲弟兄姊妹，我話你試下用個心呼叫出嚟，哦，耶穌，從個心底處呼叫出嚟，耶穌你真係好啊！你真係好，你試下做。再講一次，思想、意志、感情同埋我哋嘅整個靈去愛慕神，去感激神。而長時間的讚美神可以帶嚟神強烈嘅同在。呢、这個經文你翻去睇啊，撒母耳上十章五節至到十節。这个讲到撒母耳对扫罗，他高立他做王之后，他就说你去找一班先知，他们在击鼓弹琴，一路奏音乐，应该是敬拜神，他们都是受感说话。他说你去到那里，耶和华的灵就会大大感动你，并且你要变为新人。他还说你要趁时而做，因为神与你同在。其实神是无所不在，为什么这里特别同在呢？这里讲到一班人常常亲近神，长时间亲近神，神的同在就会强烈，神的同在是可以感受的，你会感受平安、轻省、舒服、重担释放、安慰，你会感受身体舒服、身体健康的。长时间的爱慕神，越长越好，起码一日起码半个钟头，同埋呢亦都是按手祈祷是有帮助的。圣经有讲到使徒行传八章和十九章都讲到按手的时候他们就受了圣灵。在我这个姊妹我在祈祷的时候，她本来是很忧伤的，她喊出来啊，后来祈祷的时候你看到她是充满喜乐的，是我时时都发生的事。所以一会聚会完之后，我会为大家有哪个愿意的都你愿意的按手祈祷，但是这个只是一时的帮助，你回家之后会慢慢弱的，你一定要保持，你时时去保持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加强。整日一起在那裡，我整日很投入釋放，有享受心態是全心感激和愛神，整日都很投入，很釋放的，很輕鬆的，有享受的心態，啊，真的好了，全心感激和愛神。在這個時候我想請 Rachel， 她是跟我學習，還有她時時服侍，她給神很大的改變。她在服侍人的時候很多人改變的。我想告訴大家，你都可以帶住神的能力，不是只是牧師的，他是一個平信徒，但他可以帶住神的能力，被神改變之後他會服侍人，他也很喜歡親近神，也很喜歡服侍主的。